右边这一个。你要拿出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哦，拜拜。摄影证，好，亲自的。嗨，德性，真的是耳爆，你才叫，你看旁边有小朋友，这人是人格分裂，你好，你是大姐姐，啊，你是阿姨，那我当大姐姐。记录的凶杀案，我好想要把这边架起来。这就是记录凶杀案的重要关键，发现案情并不单纯。没问题，就是他不是会说，真的难了解，放弃沟通。真的，我最近听到一首蛮好听的歌，回去放给你听。是不是不自在？放这角度比较好看。肯定是你啊。
我也不像啊，这拍到晚了，才像吧？拍到，你才像大胃王吧？我吃这么少。太太，礼物。啊！重点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来猜吧。啊、天哪！借放一些吃。是布鲁克。为何是布鲁克？布鲁克，因为他也很可爱啊。有我可爱吗？姐那时候说她想猜，因为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所以她说她想猜。啊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。然后出来是你最不想要。那、啊、你先说你最想要是什么？她最不想要的。这样比较有那种水准。好了。啊，布鲁克啦，布鲁克、鲁夫都喜欢。最不想要，最不想要这样吗？他虽然很忠诚的，但这样子走。我最不想要这个红头发，忘记他的名字。虽然他很可怜，可是他做的不好看。姐姐那时候就说他要拆，然后我说，他已经拆好，再跟你分享了。姐姐有没有买吗？有，他买。姐姐抽了，他玩别的。如果是他也很帅，他真的超帅，他们俩都超帅的。他们两个感觉就不会是大只的。爽吗？啊！你这只爽吗？谁做你这么爽？哎呀，毛好多、哦！天哪！送你。没事。明明才有帮你们梳毛。哇，你香蕉一根都没吃呢，我太。我忘记了，他放在。
跟踪他们。